他的日文就是吃女，<laughs> 是在摸男生的。<laughs> 对，就是我觉得有有这样子的人，<laughs> 我们台湾就有一个，他是很知名的人物，<誰>就是小 S。<laughs> <S 哦、<laughs> <S <laughs> 你不觉得每次？<于> <laughs> 欢迎收听《夫妻纯聊天之日文情境小剧场》青青剧场，我是冠豪，我是丽萍。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半，我们夫妻准时陪你纯聊天。嗨。 耶耶！<Yeah. S 2> yeah. 你今天，<laughs> 欸、你今天我也好像蛮多收获的，很开心。还不错，真的。而且我,、嗯、我这两天也有一个不错的收获，是吗？就是我们的节目又有赞助了啦！Yeah! <laughs> 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我是不是又看错了？可是那个信就来了，这样子，啊嗯、就我们收到了一笔史上最高的价钱的赞<對>助。是？哦、怎么会这样子？他是。 他我们要把他叫什么？我先说一下，就是我收到他这个信的时候，我就是先看到那个价码，我就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，就是直接这样子汇到我们这边来。然后呢，就是我看到他的一些个人资料的填写，好像真的有点是在乱填的，一二三 A B C 什么的。嗯。然后，可是他的地址啊，就有关键字是金门。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金门人，可是他后面的那个地址名称叫做不是金门，<laughs> 到底是不是 <laughs> 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就是呃，我们就先把他叫做金门好心人好了。嗯，对。<好>然后他这边下面有个备注的地方，他就是写下了赞助的理由。这个理由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。他的这个理由是被爆甘露 Parks 的诚意感动到。<laughs> <laughs> 可是我们马上就要背叛他对我真的很抱歉，因為,因为我们真的肝快要破掉，所以想说那可能下礼拜开始就不是日更这样子。但我们还是很有诚意，<對> <laughs> 毕竟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两点 <laughs> 啊。对，因为你就说你要看完这部片，你才要来分享嘛。对。 对啊，所以就是、嗯、呃，谢谢金门人。嗯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会说我一定要看完电影？你知道吗？<laughs> 因为我觉得没有看电影就讲的话，基本上我完全不能进入，而且我也觉得这样对听众是很不好的。对,對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就是坚持。所以目前的日文情境小剧场，你每一部都有看哦？呃，就是日剧啊，日剧。 呃，就是也许有看过，可是我很久没看了，我没有为了节目再重看一次，呵呵因为我觉得日剧倒还好，日剧你只要，因为我们不会整出剧都讲嘛，你只要跟我讲一个场景，哦、也许我就是看那个场景就好。也是也是，可是那个女人不妥协，你就没有看嘛。对，不过就是那个，就是我觉得电影的话，我能看就看。对对。對 好啦，那就是这部片就是在讲说在那个车上遇到色狼的故事嘛。嗯，我先讲一个，就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的一段往事。嗯，就是啊，就是我以前在新竹的补习班上日文课嘛，然后有一些课程是外派的，要外派到主课的公司里面去上课。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不会开车，也没有车子啊，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补习班要求的那个通勤的方式就是。 还蛮漫长的，就是必须要先坐公车到老爷酒店那边，嗯、然后再换计程车。哦，对，然后上完课之后就搭计程车回到老爷酒店，再坐公车，嗯、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麻烦，嗯、可能是要省成本啦。是在新竹嘛？对对对，在新竹。嗯，那就是呃，有时候我会因为下课的时间跟其他老师有点接近，虽然是不同公司上课，可是有时候可能会碰到同事，然后在那个一样的公车站牌等车。 嗯，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同事，他就是日本人，他就跟我讲说，老师，我最近在那个公车上面遇到一点事情，然后因为他就是算是异乡人嘛，嗯、就是非常的紧张这样子，<对>他就是在车上遇到了一个乘客，嗯、然后那个乘客呢，就是一边看着他，一边打手枪，一边回头看这样子，就是，<的>可是他。 他也没有露出什么，他就是做那个动作，然后很明显就知道他在干嘛，嗯、然后也没有非常的近，也不是坐旁边，但是就是可能就是不远的前面或后面这样子，嗯、呃，但是可能就是不远的，比方说斜前方这样子，嗯，然后就可以感觉到他不太对劲这样子，然后也是可能蛮多次的才发现说，哎，这个男生很奇怪这样子。嗯 可是除了这个事情之外，他什么都没有做。然后那个车子它并不是很拥挤的状态，它就是一个空空的，可能就是八九点啊，然后不算是个热门时段。如果是热门时段，大概就是四五点，就是高中生很多的时候挤在车上嘛。嗯、然后不知道那个男生是不是因为有观察到这个老师，他都他都会在这个时间等车，所以他就跟着上车、嗯、这样子。Uh huh. 然后可能连续好几次，然后后来这个老师就是有一次遇到我，他就说：“老师黄老师，我遇到这个事情这样子。嗯”然后我就真的就亲眼目睹，我也看到了这样。哦，那时候你跟他一起在车上。对，因为我们是同、嗯、我们是搭同一班嘛，这样子。嗯、然后我就天哪，这太恐怖了吧！因为我觉得他有笑吗？笑，那个男的就是一个猥琐的样子。 猥琐的样子，就是似笑非笑，就是你有看到吧？我现在正在，嗯嗯哦，这样子。哦，那他没有露出他的根，<laughs> <laughs> 就是他是伸在裤子里面吗？<laughs> 要打应该还是要露出来吧？嗯，不，不用吗？哦，<的>你是说在裤子里面磨蹭伸去？对，你就是伸进去。嗯、我不太确定，我没有仔细看到那里去，这样子。但是我知道他在干嘛，这样。嗯，然后我就觉得。 以我来说，我就是大声的说，<是> <laughs> 有种掏出来啊！不 <laughs> 能这样激怒人家啦。哦，<laughs> oh, 那个时候还没有，那个时候智慧型手机，就他就掏出一根牙签。<laughs> <laughs> 那个时候，智慧型手机还没有那么风行，好像还没有开始普及啦。就是、大家的手机都是那种传统型的这样子，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不能够当场录音啊，然后干嘛？然后就是可能老师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处理啊。就是以现在的状况来说，可能就是直接录音，然后就是爆料公社啊，然后再请那个什么公车司机直接开到警察局，就直接就是把它丢下去就好了嘛。嗯、可是当时那个老师，他可能就是虽然会说中文，可是他。 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在台湾遇到色狼的状况，嗯，再加上他是一个人来台湾工作啊，哦、他当然是一个人住害怕，对。然后就是最恐怖的是，后来有发现那个男生有跟着他下车啊，然后就知道他是在哪个补习班工作的嘛，嗯、也就是说，搞不好他就埋伏在附近，等他真的下班之后，就直接到他的那个家里面，不知道要干嘛。反正总之就是一个非常。 有想象空间的一个男子，这样子，嗯，对。那如果假设是你同事遇到这种状况的话，怎么办？ 我就说赶快采证啊，譬如说要偷拍啊，哦、啊啊啊，对你刚刚说没有智慧型手机，对，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，现在应该就大家都人人都可以当那个了收证的人。对对对，然后当时就是补习班，<对>因为他也没有实际犯案嘛，所以就是只能备案不能报案。嗯、那补习班最。 最积极的做法就是直接帮他，就是他，因为其实他有跟着进电梯到那个补习班啊，好恐怖。然后就是有有截图，就是那个电梯里的监视器的那个。 的那个图片，然后就是又把他的那个照片印出来，然后就说大家请小心这个人物这样子。诶、欸，他会不会知道是你那个同事是日本人，然后他对于 AV 女优比较有遐想，所以他才这样子？如果是别人，应该不会这样。为什么、啊、为什么看到是日本人就会有遐想？有可能、啊？其他女生也不会吗？嗯 呃，就是有可能他有特别的国籍的偏偏好哦，oh, <對>我不晓、欸，得我在猜测嗯对啊，哎、欸，可是我就很好奇一件事情，如果说男生的那个抽屉里面或是底草里面有一些迷片或者是一些 A 漫 A 书啊，就表示他是一个有犯案动机的人吗？并没有。 因为我觉得我们看那个，我们是，我们是会分得开的。那个就是纯粹的自己的一个 paradise。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个，就好像是他 <laughs> 是有连接的啊，就是哦，因为我看了这个，所以我喜欢这个国籍的女生，嗯、所以就,就像是你喜欢，你特别喜欢金城武是一样的、啊。我们不会因为这样，你就会，我就会说你都喜欢混血日本和台湾的混血。还是不一样，我又没有对他意淫。<laughs> 你有对新美式的模仿？ 能源对啦，是啦，可是怎么讲？反正、啊、我就，你曾一张讲过 <laughs>。但是金城武不是新北消防的那个消防员。嗯、总之我就觉得。 这个经验对我来说非常可怕。那後,后来就是，虽然说悲哀，可是也是没有实际上对那个男生有有什么作为这样子。嗯、然后我就真的是自掏腰包去买了一个那个什么防狼喷雾，嗯、就送给那个老师。哦、然后就说希望你不要有机会用到，但是这个给你用这样子。嘿、hey，然后我自己我现在是买一送一，所以我自己有一个。<laughs> 我后来就带着，有没有后来就是整理东西就丢掉了啦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他这个老师他一定是非常感谢我的，但我也非常可以理解，他其实很快就离开台湾就回国去了，哦、因为很恐怖啊。就是我觉得可能直接就是，是我觉得日本痴汉更可怕吧。我是不知道啦，因为我觉得日本<是>日本痴汉在一些就是漫画或电影的形象就是很深。